姜涛日前推出新歌《Dummy》，今日佢接受商台节目《叱咤乐坛》访问嘅时候，透露原来年初喺叱咤颁奖礼表演之后，曾经打算一年都唔再出歌，更加有同公司要求过，不如你算我，因为前几年无论系 Mira 定或佢自己都冲得太快啦，都希望有时间可以去思考一下。姜涛仲提到，平时一定会睇翻自己嘅演出，但叱咤颁奖礼之后，佢已经唔够胆睇翻自己当晚嘅演出。直到有日的起心肝捱过咗个三分钟，姜涛形容佢同大家一样都觉得好难捱，不过唔紧要，发生咩事逐一解决。首先就系要减肥啊！